就是这个小分子的鹤藻糖浆，它在我们台湾哦的品牌有拿到第18届的玉山奖的首奖，厉害哦！梅子的感觉，而且吃起来很清爽，哇，倒的好准哦，它很像那个米蝶的那个感觉。爸爸之前有经历过大手术，然后手术过后呢，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嘴巴常常破，对，那嘴巴破心情就会很差，再来是他会不想要进食，他就觉得嘴巴破超痛，对，他就心情很差，然后他又不想进食，所以就导致好像营养不良这样子，然后只要一变天呢，他就会感冒，那这样子要怎么办？我们要在饮食的补充上面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我们请教月月营养师，因为确实就是说，不管是在什么样状况，可能有些人是在做任何的治疗，真的就是嘴巴破，或是你没事自己咬到嘴巴破，你也会非常的不舒服，你也不太想要吃东西，其实就会建议大家就是可以适当的去补充这种关键的营养素。那其实刚刚我们那个博士他有提到就是鹤藻糖胶的部分，那里面它因为含有硫酸根，其实很简单的概念，正常饮食的时候是我们的体力啊，或者是我们的任何的一个精神状况都会比较好，是哎。然后像我今天呢就有带来就是有16年的一个资历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品，哇，真的，要来跟我们分享吗？对，太棒了，谢谢月月营养师。哇，就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小分子的鹤藻糖胶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好提到说，就是日本的那个鹤藻糖胶，它就是有多糖体嘛。对，那通常这个多糖体，它的分子是比较大的。对，可是这个呢，它是小分子哦，对，而且吸收，对，而且它是我们台湾研发专利的 Olico 的一个小分子的一个鹤藻糖胶，因为你分子比较小，就是比较容易让我们身体可以吸收啊、利用啊，然后发挥到它的作用，而且它的一个萃取物是从天然的食物去把它萃取来的哦，所以其实在补充上面也会比较放心。它还有经过就是很多的一些科学实证，就是像有超过那个900个人参与19项。的一个人体的临床实验，对，而且他还有拿到这个国外的品牌啊，还有发明的很多的奖项。然后很特别的是，就是他在我们台湾哦的品牌有拿到18届的玉山奖的首奖，厉害！台湾 number one， 对，他是我们台湾的另类之光，没错。那其实有时候就是在家里有很多长辈，不管是一些手术啊，或者是治疗，其实都会体力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好嘛。对，然后有时候体力不好的时候，有时候食欲也没有那么好，心情就不好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要让我们的不管是长辈们手术后或者是手术中，让他们的一个食欲是可以上升的，然后提升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一些机能，然后确定有办法吃到一些营养素进来，这样子我们的身体才能够真正的好的去作用它、利用它，然后帮助我们快速的恢复哦。而且像这个补充的方式啊，它有3种，对，它有液态的，是，然后还有粉剂，然后它还有胶囊状，对，可以一样哦，对，可以吃吃看它们的口感，有3种不一样的吃法就对了。对，胶囊就很方便啊，就是吞胶囊这样。对，就是我想要问一下，这个是就像你刚刚讲说，就是可能有手术啊，可是一般人的话也能够吃这个吗？可以啊，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些，比如说多糖体嘛，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补充体力的主要来源，或者是你的状况是比较容易嘴巴破的，对，你都可以当做平常的保养来做一个补充。我现在破掉 ING 是可以吃的吗？当然。哎呦。胶囊就很方便，就每天这样子吞。对，要吞几颗啊？胶囊大概4颗。那如果说是这种液体的啊，或者是说粉状，它就是等一包就是4颗的一个剂量。它这个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哎，所以有时候适口性，草味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哇，太棒了！酸酸但不会很甜，它就是比较酸的口感，对，但是很顺口。我这个好好吃哦，真的，粉状的这个我觉得好适合长辈哦。怎么说？因为它很像那个米蝶的那个感觉。哇，好像哦，对，拿个吸管来吸。回忆的，蛮香的，棒，特别的味道，好喝。对，梅子的感觉，而且吃起来很清爽。哇，倒的好准哦，好棒。好吃，真的耶，就是米的味道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等一下想要来吃。
吃一个，长辈跟小朋友都很喜欢，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调味。然后其实像这个一包这样倒出来啊，其实你看哦，这样大概就是一公克左右。然后其实这一公克啊，它要从六公斤的海带里面，哇，这一小包有六公斤的海带，不止哦，因为我讲的是一公克哦，这样子对，对，因为这一包是2.4克，哇。单位的话，真的不止这样。有啦，上面有写，你看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藻类真的很好，可是我们真的比较难去吃到一公，就是每一天你会吃到六公，比较难。几乎吃不到，对，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要这样的营养素，就是可以选择这种，就是用萃取出来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去补充到我们想要的这个营养素，好方便啊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像我刚刚讲，就是有时候正在做一些治疗当中，有些它的味觉它是会改变的，是，对，那改变之后其实重点就是你希望他吃的东西他觉得不好吃，吃不下，那些人就会没有体力，对，所以我们把它补充到对的东西，就是他是可以接受的，然后又可以快速的修复，然后人体就可以得到足够的一些营养啊跟体力。太棒了，对，恶心的感觉也都消失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会，有一些会的，对，有一些会突然觉得不要浪费，还有一些保养很重要，那像常常上班族压力大，对啊，或者是熬夜的人，对，都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平常的保养。